开始。宋总，嗯，你跟程潇比较熟，你知道他平时都喜欢一些什么样的礼物啊？ 是不是在追小姐？我不是八卦啊，我就是要知道你跟小姐现在进行到一个什么阶段，我好帮你制定一个具体的、详细的一个计划。我向她道歉了，她还没原谅我。 小姐她呀，拿得起放得下，她如果要是真想放下了，那这件事情可就不好办了。直接说方案。我能胡说吗？现在都往 AOC 赶呢。干嘛呀？我给少辉打电话呀！你放我去吧。哎呀，这么大的事，我得跟他说一声啊。你们俩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小姐。 小姐，怎么了？我刚刚去机队听到个事儿，说咱们陆航有一架返程的飞机放起落架的时候出现了故障警告，现在正在机场上空盘旋呢。如果起落架真的没有锁死的话，飞机落地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机头朝地，那事儿就大了。哪个航班啊？机长是谁？还不知道，好像是从青岛飞回来的航班。现在消息都封锁了。对。 你好，您不能进去。我是飞行部的。那也不行。您让我进去吧，我有急事，我问完就走，很快。哎，你好，请问8868是出故障了吗？请问你是飞行部程潇？哦，是8868。现在是什么情况呀？排故了没？ 我已经到门口了。哎，陈潇，山哥，8868不是出故障了吗？怎么不能停？哦，青岛有班飞机延误了，机组直飞超时，南停南北紧急调过去分另一班了。现在8868上的机长是老孙。飞机两侧完全接地后，再放减速板。
喂，你好。哦，我不在家。花儿？我没买花啊。那你帮我放门口吧，谢谢。奇怪。哎，回去再说吧，你继续。继续。我刚才说到哪儿了？鸡头和鸡身两侧。啊，对。所以鸡头和鸡身两侧完全接地后。谢谢你送我回家。那早点休息。你也是。